怎么搞的？喝酒喝到警察局来了啊！不关我们的事啊，是那个龚总带人来闹。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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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还想说是谁呢？原来是尊荣的龚总。别这么说，托您的福啊，离开秦兴之后，混到一个小小的总经理座。那得恭喜你啊！我还在纳闷说，尊荣背后的金主是谁啊？会不会是我们离开的股东呢？啊？怎么可能？您多想了。就我跟几个朋友合伙而已啊，跟秦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那好，我还想提醒你，如果是我们离开的王董的话，那要小心啊，他不会把你当朋友，他顶多把你当一个棋子，你千万要记得啊！